Hello， 你好，我是牛奶爸。我们昨天有讲说，有买书的朋友啊，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抽奖活动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买书的话呢，赶快到博客来，或者是金石堂网络书店，或者是24小时 PC Home 网络书店，或者是金石堂，或者是实体的家乐福，或者是诚品金石堂书店。哦，你只要去找作者牛奶爸就可以找到我的书了哈。啊，我只有出一本，所以你找牛奶爸作者就一定会找到唯一的那一本，好，我的书。然后呢，只要你有买书的话，记得用手机拍照，然后就可以直接上传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做这个活动哈，那你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抽奖。那这个抽奖只有一名，因为呢，哈，你现在看到这个电脑屏幕上这张抽奖券，这张抽奖券呢是。左边有写哈，大本营度假会馆，在龙潭，桃园的龙潭哈，大本营度假会馆顶级湖景四人房。那这张呢是假日免费住宿券哦，假日哦，假日哦。那有效期限是到6月30号，今年的6月30号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在2月之前哈，就是1月31号，2月1号我们会抽出这个。住宿券的得奖人哈，那因为这张住宿券是列印出来的，所以我用照片把它拍起来，然后所以比较模糊一点哈。那不过它还很清楚啊，看得到这个假日就可以去，假日一般都很贵嘛哈，所以这张价值4000块哦哈，4000块哦。然后周五、周六、国定假日都可以去，但是有一个限定，连续假日不适用，所以你过年哈连假。或者是就是春节连假，或者是平常如果有连假的话呢，它不适用哈，它只适用于周五、周六还有国定假日哈。好，或者是这边有个电话号码哈，你也可以直接打去问哈，说就是不付早餐哈，你也可以问清楚说，那这张住宿券有什么规定哈？那住宿呢，4个人4人房哈，如果家人的话，需再补差价500块哈，现加一个人哈。然后第二。此本住宿券请事先订房，确保订房无误。记得有了住宿券你还是要先订房，不要拿了住宿券就直接进去，搞不好没有房间。然后第三，到本会馆住宿的时候，请将住宿券交由接待人员处理，并在住宿券上面签名，要签名。然后这张住宿券呢，需加盖电章才有效。这张住宿券的背面已经有加盖电章了，在背面，而且有一个密码，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一张，然后我回去把它练出来是没有效的哦。好，好，然后呢，大本营度假会馆在哪里？我们看一下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大本营度假会馆的一个影片介绍哈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参加活动呢？就是你只要输入这个网址哈 ，http://:// 然后 bit.ly/hotel2016 哈，就是这个网址。好，你只要输入这个网址，那我也会把它 key 在那个，好，我会把它 key 在那个影片的下方。那你就直接输入这个你的姓名，然后 email 还有手机号码。然后呢，重点来咯，你要上传你和牛奶爸新书的合照，所以呢，你买了新书之后合照再上传，好吧？好啊，你不要没有买到书店去拿起来合拍，然后就上传哦，这样没有效哦。你要买回去在你自己的家里，在你的房间拍哦，不要在书店拍哦。好，
那你就上传你的合照，然后送出参加抽奖资料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在2月1号抽出一名，好，抽出一名 ，OK， 好，那抽出这张，我就会把这张寄过去，因为这张目前已经在我手上了哈，那我会把它寄过去，我自己都没有哈，老板娘没有提供给我，我只有一张哦，所以抽到的人呢，我就寄给你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只要买书就可以抽，哎，一本书才200多块钱而已，然后抽这一张4000块，哇塞，赚到了！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提供的人是谁呢？好，学会姐姐，好，受证经营管理顾问师的学会姐姐，好，陈学会小姐。那她是一个会计师，好，她有经营会计师，然后也有经营刚刚的那个民宿，好，所以这边呢，因为她提供这个奖项啦，所以我帮她打一下广告。如果呢，你们有其他的人可以提供什么奖项愿意来曝光的呢？啊，愿意提供给独有的呢？哈，提供给我的粉丝的呢？啊，也欢迎你来参加，好不好？欢迎你提供你的奖品。好，好，那今天这个活动就宣导到这边。那请大家想要得到这张4000块的住宿券的朋友，赶快来填写，赶快来参加吧。拜拜。